圣灵降临后第21主日晚祷崇拜， 2020年10月25日， 耶稣说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。亲爱的准备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在全能的上帝的面前 安静跪下，以谦卑和顺从的心承认我们的过犯，使我们靠着主无穷的良善和恩慈得蒙赦免。最慈悲的上帝，我们承认在思想、言语和行为上，在我们已经做的事和该做而未做的事上得罪了主。我们没有全心爱主，也没有爱人如己， 我们真心认罪，谦恭悔改，求主以你的圣子耶稣基督怜悯我们，饶恕我们，叫我们可以敬爱主的圣义，遵行主的圣道，荣耀主的圣名，阿门。愿全能的上帝怜悯我们，因我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，增强我们行善的力量，以圣灵的大能 上帝啊，快快搭救我们！主啊，速速帮助我们！但愿荣耀归于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起初这样，现在这样，以后也这样，永不穷尽。阿门。恩赐的真光啊，纯洁而辉煌，从天上永生圣父而出。耶稣基督啊，圣洁而多福。现在夕阳西沉， 我们也见暮色苍茫，我们歌唱赞美上帝，圣父、圣子和圣灵，无论何时，你都配受欢声赞美。上帝的圣子，赐生命的主啊，万古千秋永被尊崇。诗篇103，我的心哪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凡在我里面的，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我的心哪， 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。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。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他又美目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。耶和华施行公义，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。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， 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。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他不长久责备，不永远怀怒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天比地何等高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东比西有多远？ 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？父亲怎样怜悯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至于是他的年日如草一样，他发旺如野地的花，经风一吹便归无有。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。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， 从亘古到永远，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，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、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。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，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。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，你们做他的诸君，做他的仆役，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。 你们一切被他造、在他所治理的各处，都要称颂耶和华。我的心哪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但愿荣耀归于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起初这样，现在这样，以后也这样，永无穷尽。阿门。第一经课记载在《便希拉志训》18:19-33节。 在为交战以先，当找住所。
在未病以先，当寻求医生；在审判以先，当检查自己。这样道出陶醉的时候，主可赦免你罪；在未跌倒以先，当自己谦卑。你若犯了罪，当即刻悔改；你若许了愿，便当从速还愿，不得迟延。不可等到临终才妄得称为义。你在未许愿以先，当先筹备。 不可像试探上帝一般。你当思念主末日的震怒和他施行惩罚时的有缘无故。当吃饱的时候想到饥饿，当富足的时候想到受穷，从早到晚，事变多端，万事的变化在主前更快。有智慧的人凡事谨慎，别人犯罪的时候唯有他能避免过失。智慧人教导也有智慧。 谁晓得智慧，谁当感谢主？谁能以明智教导人，谁就是明智的人。他就能听出许多智慧的真言来。我儿啊，你休要虽从情欲，总要克制自己的嗜好。你若任意妄为，你的仇敌听见必然欢喜。你莫要过于奢华宴乐，因为这是使人加倍贫乏的原因。你不要消耗财产过于饮酒，若是这样， 必定囊中空虚，这是主的话语。感谢上帝，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，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，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。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，他的名为圣，他怜悯敬畏他的人，直到世世代代。 他用膀臂施展大能，心焦气傲的人就被赶散。他叫有权柄的侍卫，叫卑贱的升高，叫饥饿的得饱美食，叫富足的丰盛回去。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，因他顾念拿恩赐的应许，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做的应许。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但愿荣耀归于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 起初这样，现在这样，以后也这样，永无穷尽。阿门。第二经课记载在马太福音18章15至20节。耶稣说：“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，指出他的错来。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；他若不听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人同去。”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座见证，句句都可定准。若是不听他们，就告诉教会；若是不听教会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我又告诉你们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， 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，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这是主的话语，感谢上帝。主啊，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，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主的救恩，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。 是照亮外邦人的光，又是主名以色列的荣耀。但愿荣耀归于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起初这样，现在这样，以后也这样，永无穷尽。阿门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圣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是上帝的独生圣子，因圣灵的大能感孕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。 他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被钉在埃及，他降至阴间，第三天他复活，升天坐在圣父的右边。他必在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不的教会，我信圣徒相公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门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 愿主也与你同在。我们要祈祷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名被尊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
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求父今天赐给我们，又求饶恕我们的罪，如同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拯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父的，永无穷尽。阿门。求主向我们大显慈悲，把你的救恩赐给我们。求主使你的仆人正直公义，使你的子民欢乐歌唱。求主使天下太平，因为只有在主里面，我们才可平安度日。求主看顾我们的国家，引导我们走真理和正义的路。愿世人明白主的圣道，使万国认识你的救恩。主啊，但愿贫困的人不被遗忘，使贫穷人的盼望不致落空。求主洁净我们的心，用圣灵扶持我们。全能永生的上帝，求你将信德、望德和爱德多多赐给我们，使我们可以得着你的应许，又能够敬爱与敬畏你。这都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圣子、圣父、圣灵，一同永生，一同掌权，唯一上帝，永无穷尽。阿门。至圣的上帝，凡洁净的心愿、正直的意念、公义的行为，都是从主而来。求主将世界不能给的平安赐予你的仆人，使我们专心顺从你的旨意，并且依靠你，不怕仇敌，就可以在平安和宁静中度日。这都是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恩。阿门。全能的上帝，我们一切权力都需向主负责。求主引导我国的社区人民，在选举政府官员和民意代表的时候，应忠诚的执行和明智的法令，使全民的权利都能确保，使我们的国家得以达成主的旨意。这都是靠着我们的耶稣基督。阿门。全能的上帝，将这美好土地赐予我们作为产业，恳求主叫我们时常不忘主的恩惠，乐意遵行主的旨意。又求主赐福给我们的国家，叫国内有正当的工业、殷实的学问、成正的礼节，并求主拯救我们脱离强暴、纷争和混乱、骄傲、专横和一切罪恶的行为，护卫我们的自由，叫国内各种民族一心一意，结成坚固的团体。我们既因主的名，将治理的权柄信托执政的人，求主赐智慧给他们，以致我们国内长存正义与和平，并因我们顺从主的律法，在世上万国中显扬主的荣耀。在兴盛的时候，求主使我们心中充满感谢；在困难的时候，不致失掉依靠主的信心。这都是靠着我们的耶稣基督。阿门。主啊，求主使我们成为主和平的工具，有憎恨的地方散播忍耐，有伤害的地方散播饶恕，有纷争的地方散播和平，有疑惑的地方散播信心，有失望的地方散播盼望，有黑暗的地方散播光明，有忧伤的地方散播喜乐。求主施恩，叫我们不要过分求别人的安慰，而是要去安慰人；不要过分求别人的了解，而是要去了解人；不要过分求别人的爱，而是要去爱人。我们施舍就有收获，宽恕就会饶恕，死亡就得进入永生。阿门。全能的上帝，赐恩典给我们，叫我们在这时候同心祷告。主曾借着爱子耶稣基督应许我们，若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祷告，主必在他的中间。现在我们所愿所求，若是对我们有益，求你允准，使我们今生明白真道，来世得享永生。阿门。我们要赞美感谢上帝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。阿门。